其实很多医师都会有这个毛病，就是因为医师从小到大成绩比别人好嘛，所以都自然觉得自己的判断能力很强。杨医师赵国祥上节目分享与女友 Apple 的情侣趣事，不外乎也提到自己的医疗背景，就是两人近期却因为急诊惹出争议。就是因为 Apple 日前拍下急诊室空床，说病床不就是要留给有需要的病患用吗？清晨五点多，一堆空病床却不能躺，规矩是死的，但若不懂变通，就显得很没人情味。感叹里面比室外空气还冷，让即便不是当事人的护理师作家谢家珍看到后炮轰，每间医院都要感染控制，医院不是饭店。虽然限动的文字没有说明清楚，不过同样身为护理师，一开始看到这样子的发文真的是很心寒。谢家珍说，若按这逻辑，值大夜班的人看到空床就能上去躺吗？对此 Apple 又紧急回应，并非没原因就要求躺床，原来当天是陪赵国祥看诊，对方出现上吐下泻才会询问。 Apple 也透露，医院有私下联络，已经了解彼此立场，对于浪费媒体资源感到抱歉，身为公众人物，以后发动态会更加注意。或许是想证明自己真的很不适，另一头赵国祥也po照片说，一度烧到39度，昏睡整天，终于退烧。有可能是急诊收到大量伤患通知，或者是空床有可能是确诊传染性疾病躺过的床。如果没有清烧过，如果是我也不敢使用。第三，如果是四肢无力的话，急诊一定都有轮椅可以借用。对于 Apple 回应，谢家珍则也补充，虽然当时发文没描述事件经过，但能理解一定很不舒服，况且减伤分类应该就会判定病人状况，急诊也是以抢救病人为主，毕竟医疗资源有限，或许提供医疗比提供人情味更重要。 TVBS 新闻花整森巡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，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